念佛求佛道，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到那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你不会退转。第一步踏到虽然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，它确实归阿弥陀佛管。在极乐世界把念佛的功夫加强加深，往生极乐世界很容易，因为那个地方的善有多，善念多，不像这个世界，这世界太复杂了，你不容易得到真理。佛是在讲佛的慈悲超过父母师长，他真帮助，不是假帮助。利益众生，福报最大，帮助大众，劝大众念佛求生净土。他要是往生，等于阿罗汉，等于阿弥陀佛。又戒烟一个圈，你在帮忙，帮阿弥陀佛的忙。他进到极乐世界，必定有成就，不会再过段日时间。这个功德多大？这个账要会算，帮助一个人。到极乐世界，他真的去了，他会转过头来接引阿弥陀佛的愿，很难遇到，遇到了要抓紧，绝不放松，决定求生，其他都是假的，就是这个时代。假的都该放下，现在做好事，帮助人，劝人修复，劝人读经，劝人念佛，都有大功的，有这种缘要知道抓住。劝人念佛，帮助阿弥陀佛，接引众生，功德没有比这个更大。不要小看大功德，制造这个机会，功德就更大。庄严
报上。